发脾气啊，那就是克制不了自己就发起脾气。甲人妈妈呢吼，再来讲实的啦，我无心啦，我无意啦。啊，不过人的心已经被你伤害了，已经呢结了一个恶缘啦。要跟人人结好缘，你就要克制你自己，不管克制你的脾气，克制你的意念，克制你的思想。有的时候呢，好，小花给起来，给起来，哈，那无发脾气啦，啊，其实心功灰多啊，其实呢，你那给固了，忍固来，哈，你就是你要发脾气也发不起来了，这就是习惯，哈。